腿疑似拉伤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感谢我有带这一瓶出门，擦这一个就是一直蒙起来，跟我刚开会一样狂擦。对对，可是我跟你讲，真的非常有用。当那个时候我可以伸展的脚，就是踏出去的时候不会抽动我的腰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爱古堡。我告诉大家，除了呢是贴布以外，可以去减缓大家的酸痛以外，还有的就是这一个，就是我们的复活凝胶。我刚刚就是这两块痛到不行，我就是狂擦。对，就是狂擦这个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乳香，然后乳香精油，然后还有刚讲黑胡椒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龙什么的龙血，对，龙血去帮你做活化，所以它其实里面用到了很多成分是帮你从你身体里面帮你排，然后帮你化，然后就是帮你补气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因为这两个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转换的季节里头，把你身体多余的湿气跟寒气排出去。对，因为你要趁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点温度，如果等到在天气更冷一点点，如果我们的湿气跟寒气没有排出去，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会有更多的疾病找上门。对，如果你就是身体水肿很程度很，它就可以让你有一点热能，然后排水气。对，所以其实常常去给人家做那种比较贵的那种媒体瘦身课程，其实都是用黑胡椒精油去帮你做排水跟瘦身。那其实我们身体就是你东西没有排出来，你就会淤住，你就会不舒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心情真的不好，然后所以我今天就是很推荐，然后我常常会把它拿来用一点点，然后涂在我们的太阳穴这一边，它真的会非常有效去舒缓你这一块经络。对，然后但大家不要太靠近眼睛哦。对，太靠近眼睛你就，因为它其实真的都是用很好的精油成分。对，所以我自己很推荐哦。而且生理起来的时候，像我今天是第一天，就是它就很适合擦在肚子上面。啊，对对，它的温感，然后它也会帮你加速暖，对对，暖宫，让你这边暖宫、哦、暖宫，其实都是蛮棒的这两个产品，就是我真的诚心推荐。